咁啊系，你中意我哋呢度食早餐唔？我哋又要上船咯，今日我哋要去马德天啊！第一个岛是去马丁马岛的，马丁马岛呢，我们是去那边在上面去拍照片，可是时间我会大概是给一个小时来换的照，时间不够了。然后我们拍完照片过后，我们就会开始做我们的来临。可是比如我们在我们会加点一些东西，然后我们去马德天上面吃饭去。哎，我的食物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先出发。出发。把这马达订好了，我们才分开去你们地方去登岛。哎，那我们最后一个岛就是去广播，广播庙我不可以上，因为它是私人的 private。哎，我是 private 的，然后就是我们去那边就是去赌钱嘛，你们在今天有两次，双定有三次。我们第一个岛是你们地方，第二个岛是马达订，第三次广播。在这里拍照呢，都是大概是一个小时啦。Okay? 然后我们要上来船，然后要讲解一些深浅的东西啦。Okay? 所以你们救生衣现在可以脱掉，你们的东西可以带下去。你们觉得不贵重的东西可以放在船，贵重的东西可以带上船啊。现在是9:27，我们到了丁巴丁巴 Island。Welcome to Diba Diba Island. 我哋要上船咯，系下一站。我哋要去大边。我哋呢度冇大边嘅。我哋到咗马德天 Island， 我哋喺呢喺呢度食饭。我哋到咗马德天 Island。
Sek fun lo, sek fun. Ah, let's go. Sek fun.就係馬德堅，我哋 snorkeling 嘅地方。而家我哋去 Boom Boom Island 拍，叫做 Boom Boom Island， 它的中文名叫棒棒岛了啊，棒棒好棒棒哟，好棒棒，看你们在这里棒棒的。我们这个游戏不能叫岛屿，还是怪怪的。嗯，因为我们要上去的话，我们要走。搞定啊，搞定！对对对，差不多。我们可以讲要上街上楼了，而且要搞团。耶、yeah. ！所以呢，这边呢，我们就是浮潜，然后就是你们那些滴滴滴那些浮潜嘛，所以浮潜我们就回去了啦。耶、yeah. ！所以你们感觉到你们想要下的话，可以下。到咗棒棒 Island， 但我哋系唔可以上岸嘅，因为呢度系 private land， 所以呢度系我哋嘅 last activity， 就系。最尾一個 snorkeling， 大概可以游一个钟头。依家系3:43，我哋上岸咗，到咗成半啦，马航。